跟那个冠大叔两个人一起教学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先抱他一下。耶。还是哦，还是我们先玩个捉迷藏。哎，这么突然，太突兀了。等一下那个进行同时，你会不会跟那个谁来一个小小的捉迷藏？因为他就是想你来。没问题。你等一下一 cue 我，我就说米菲，我们来玩捉迷藏。对。这个以我多年主持，我也很难接。我就是让你措手不及，露露完全吓到了，吓到了是不是？我小吓到，我说躲就躲。对。好，我先站。噔噔噔噔噔，哇！小航哥，谢谢。好，停。好，请下车。耶！好棒，你完成了。谁要吃啊？哦，江硕帅，他说他会刹车，刹车，对，我不用。哦，你不用，好，你确定？借我看一下你的卡好不好？对。借我看一下你的卡好不好？对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没关系，我扶你一次好不好？你第一个脚先踩在这边。我们等一下走了之后，你的眼睛往前看，看着小黄豆，看这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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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下来一点点，蹲下来一点点。好，对，我们走喽。哇，帅，有没有帅？滑起来了，好帅哦！哇，刹车，好，下来。虽然好厉害哦，准备出发。冰冰冰冰啊！但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学转弯哦，我没有。你好，Hello。我们要等那个趴着的摄影师哦，那我们就朝他撞过去喽。你好，我还没有学刹车，小心内裤。不给你整理，不给你整理，他那个坏掉了，很贵。哎，拉拉，拉拉说他也会，拉拉说他也会，拉拉已经会了，他说他自己滑。哎。对，下去。这是中意摔吧？对，重心太往后了，再回来一点。对。哇，听得懂重心啊，厉害。下板。拉拉好棒啊！他真的很大胆哎，帅。OK。不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爸是在开车的哦，对啊，我爸是 taxi driver。国小、国中，我爸都是开，还有高中都开计程车上下送我上下学。那同学会不会觉得哇，你家太有钱了？对，有一堂英文课，老师就说用什么方式 go to school 这样子。嗯，有人同学说哦 ，I go to school by walk。他说 I go to school by bus。然后就举手。I went to school today by taxi. 全班就 Rich man, Rich man. 丢丢丢丢丢！而且我说 by taxi every day. 哇！